人民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最大依靠。明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，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，统筹好发展和安全。要坚持稳中求进，以进促稳，先立后破，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，实现经济行稳致远。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，进一步提振发展信心，增强经济活力，以更大力度办教育、新科技。